瞌睡虫一天到晚就知道会睡，他哪这么多钱买汉堡呢？咱们都给他拿走。你干嘛？我来喊你玩的。玩什么？快看视频。有人在零食堆里发现了一个猫头汉堡捏捏乐，里面居然藏着水晶猫爪，实在太神奇了。这猫头汉堡捏捏乐里竟然有水晶猫爪，我咋那么不信呢？我不信，我拆给你看看。猫头汉堡怎么每个都胖乎乎的？萌化我了。捏起来有软又有弹性，我剪，水晶猫爪出来吧。耶，我没有东西。哦，这什么？是纪念币耶。原来是一枚十二星座纪念币。细细看，我找到了一个十二星座纪念币。小伙伴，你们都是什么星座的？看来这猫头汉堡里面果真有宝贝。那我就来一个汉堡文宝吧。小伙伴，看在这个猫头汉堡这么可爱的份上，给我点个小心心，增加一下欧气吧。我来喽，我急急急。里面会有什么宝贝？哇，找到了！哎，还是两个哎，是迷你汉堡和薯条。太精致了吧！我只找到了迷你薯条和迷你汉堡。小爱，里面真的有水晶猫爪吗？肯定有的，说不定就在这一个汉堡里呢。这个粉红猫头汉堡莫名有点像火龙果哎，快剪！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水晶猫爪吗？哇，真的水晶猫爪，粉嘟嘟的水晶小猫爪，我今天是锦鲤附体了吗？哇，这什么神仙手气，水晶猫爪都被我找到了，我要送给我的好闺蜜。太好看了吧。等等，这水晶猫爪是在我的猫头汉堡捏捏乐里找到的，应该属于我。这个是我找到的，汉堡是我的，我的。